那这个呢，就是一台相机。得到这位的 Nice 呢，能够拿这台相机也去捕捉自己在记忆中很美好的画面，最后把它洗出来，然后看看这些画面，我觉得会成为你非常美好的回忆，而且它很方便。然后这个呢是，它是一个蓝牙音箱，的同时呢，它很像一台小型的电视机，然后你只要把你的手机插进去，也可以看我们 9% 的舞台，所以也可以看《限定的记忆》这个节目，所以我觉得会非常的实用。温馨的提示一句，拍的照片一定要记得洗出来，如果不洗出来的话，你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。9% 官方正版周边，泛泛星球 App 独家销售中。